又半夜开始霍霍人呢，不睡觉非得要出去吃饭，不吃饭就在家霍霍。走了走，行吧，走了，出去吃去。慢点儿的，哎，又找地方等着了。要一个铜骨鸡，就是你别放盐，所以切咸的东西都别放，调料尽量少放。等饭的小狗真安静呀，也不闹腾了，也不跳了。二手玫瑰爱听吗？这得炖挺长时间，等会儿啊。人家上菜，你别追着人家闻。别打扰人家贴饼啊！还着急啊？等会儿，那得炖一会儿，那得炖一会儿，着急干啥？炖熟了，172，走，打包好了，沉死了，一大堆，这一大下子得吃两天呀！米饭打个底，一会儿再加点这些。我的天呀，这一顿还不得像个跟头？今天是好看的中国妞，今天这顿饭我尝了两口，真是没滋啦味儿，整这一下子，咱说要不是个饭量好的，根本就吃不下去。但给他，就如果没这些，他根本就吃不饱。当骆驼养的，都不是当猪养的。白天根本就不吃饭，就等着晚上半夜这一顿哐哐炫，养的跟猪似的。你看这身材，短粗胖。哎呀，能不能吃干净点啊？这是赶上农民撒种了。今天这个头型好，今天这个头型不挡眼睛，以后的这个头型都得吃干净，粒粒皆辛苦。钱可以花，饭不能剩，对不对？开始吧，好戏上演了，驴打滚他来了。因为这俩我开始咋整下来，束手无策了吧。哎，还捡点饭粒儿。整哪儿去？在这吃不行吗？非得往楼上叼？干啥呀这是？